他那天我们是有事情没有去，所以我想补录一下，我们跟那个班长好，张一航那些人都闷死了。请问今天怎么会过来？我是要帮热身。啊、怎么会想到要帮他们？因为过去以往都在帮助我们上一部落，所以我要帮助他们。啊、这样。啊，今天有多少人过来？将近有25位。哦，这么多人过来。执行长好了。啊，谁是执行长？哪一位？这位啊，这位姐，你好，你好，我是公事的 Pebble 的记者，我是好奇宝宝。哎，你可以上那个公事的 Pebble 可以找到我。对，那么勤劳啊，跑到我们这边。我上次有到那个你们尾牙的时候，有过来吃饭那个。谁来晚餐的、就是对对对，我不是谁来晚餐，我是去那个秀兰请我跟我介绍一下你们的部落所以我有帮他做一个有纪录片是请问一下今天怎么会过来？我们要声援热身了。那你知道热身是什么议题吗？热身的议题啊，因为他们一直被挖，还要做结印了然后那些房子都一直龟裂了，然后郝龙斌说会停止动工啊，结果还是一样在做。哦，我觉得这样很，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讲话不算话。好，身为一个首长，讲这个话就要做到，好像在欺骗老百姓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得不来声援他们。我们声援部落也是同样的命运。